传了一条，啊、这机会赶快宣传一下自己的宣传。他真的转发了，然后艾特自己。我是微博电视剧，然后我转发了我刚才发的那条，然后我评论说这位演员好厉害，然后艾特了顾影子。因为他们刚刚说了，说现在这个号。你是什么号？你是微博电视剧、啊？我是微博电视剧。微博网络剧。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？我是冲浪的。老师，你不会要把他的都转发了吗？可以吗？是可以，但我时间最后一分钟了，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。哎，我发的东西是谁啊？自己可见吗？